处境剧《爱回家之开心速递》近日两匹情侣供水同莲辉大婚之喜，全城祝贺两对新人。而剧中饰演大小姐秘书的 Mandy 谢子麟在现实生活中就真结婚，日前已经同老公低调行礼兼摆酒啊，拍拖以来一直非常低调，亦从未被老公的样貌曝光，直至摆完酒正式荣升人妻，才在社交网上再同老公的甜蜜婚照，而老公的庐山真面目才首度被公开。不过都是得半边面，继续保持神秘感。而啱啱荣升人妻的 Jane 就以语音分享新婚的喜悦了。首先多谢大家的祝福，不过呢很抱歉，不可以在婚礼之前公开宣布婚期，因为老公是圈外人都想低调点。我同先生计划咗结婚都有一段时间噶啦，不过咧因为疫情好反复啦，就推迟咗个婚礼。咁另外咧都要好多谢我爹哋妈咪啦，咁多年嚟嘅悉心栽培同埋照料。我仲记得咧喺斟茶嗰一刻系，我系好感动啊，同埋好唔舍得佢哋。但系都好期待婚后展开嘅新生活。咁最后再一次衷心多谢各位嘅祝福。